好看哎、欸，我发现它是有一点点那种小香风啊，它是故意用那个提花去代替那个小香风的毛呢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它是夏季版的小香风，它是有一点那种滑料的感觉，雪纺滑料，我觉得它滑料偏多，所以摸起来有点那种牛奶丝的感觉，非常舒服，而且很薄，非常的薄。然后它手袖的话呢，是有做一点点泡泡袖的感觉，那它这边的宽度呢是做固定的，因为它是滑料，没有弹性，没有弹性。那胸前这两边的话，它都是做一个造型的设计，这个是没有口袋的。如果太柔穿的话，可能会偏合身一点点，就看你可不可以接受。那我们自己是建议到 L 号会比较舒适。这件有三个颜色，我穿杏色，还有粉色跟蓝色。它的蓝色我觉得是那种很有质感的蓝诶、欸，明明这样搭也很好看呢、欸。先气质代表，气质对气质。弯腰会不会曝光呢？弯腰，它领子不是对低的，弯腰拉出来。